我叫 Evelyn， 今年我5岁了。我要朗读是手手10个小朋友，你有我有大家都有。10个小朋友，5个在左，5个在右。10个小朋友只会做事，不会开口。写给 Rain 白冰，你想变小，你就变小；你想变大，你就变大。变小，小得像块手帕，像朵洁白的小花；变大，大得无边无际，能盖住整个天下。